嗨，我现在在侏罗纪世界里面，它是位在克拉克机场附近的一个恐龙岛，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公园，然后一走进来它就像是一个丛林一样，然后旁边还有播放就是侏罗纪的配乐，我觉得整个氛围真的超棒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优惠，就是你生日前后七天来这里玩的话呢，它可以免费入园哦。然后今天就来带大家逛一下侏罗纪公园吧。我才刚走进来，我又觉得这边应该又是一个前坑，因为他一直在帮我们拍照，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在帮你拍照，然后出去可能一张照片又要几百块、五百块，然后可能是不五百块，可能又要给你刷一张光碟，还是2200送你一个 USB 之类的。等我跟我逛完再告诉大家是不是真的。好高的雷楼。我记得信义区信义威秀那里也有一只恐龙，然后如果那边多几只，我觉得应该就跟这里差不多现在逛完侏罗纪公园啦，然后我们今天我还要挑战一个我平常不敢玩的，就是飞索。它从不知道几层楼，应该有五六层楼高吧，就是直接溜到对面去，我觉得超可怕。但是我今天克服了，而且还溜了两趟，然后溜这个没有算一趟，因为它是来回，要不然 OK 来回一趟。然后溜一次的话，大人是要250块菲律宾比索，我觉得还可以啦，算蛮便宜的。然后整个侏罗纪公园这样逛下来的话，大约2-2.5小时左右，不含用餐的时间，所以大家可以在来侏罗纪公园的时候，在附近再排一些行程啦，可能可以去 shopping mall 逛个街啊什么之类，这样时间会比较刚好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拜拜，拜拜。结果他们帮我拍那些照片真的是要钱啦，而且一张照片洗出来要150块，真的超贵的，所以大家还是准备好自己的相机啦、脚架啊，自拍就好咯。We'll be right back.